南方的朋友不用回避，四川的特色就是到处都是熊猫。真香！哎呀，坐一天了，一个活没有啊！啊，一分钱没挣。哎加油吧！我太难了。想你的时候，我哭的荞麦枕头都发芽了。在同一晚别数羊，人们掉进梦乡，北极星的方向，赋予延伸，耀眼的光芒，美好世界的胶囊，埋进深深的土壤。宝宝，嗯，你咋精神都没得了？我很好，反正一直都是偶尔被需要。我很好，反正再冷我也只想新外套。爸爸，你快帮我下车。我要亲自去外头看一下威腾腾的队好没有。你别跑！我严重怀疑，只要给这门加个把手，这小家伙就能自己把门拉开，然后溜出去玩，叫不回来那种。喂。